previously on Mr. Pepper. Oh, 好像很容易嘛，要长一些，又长又大，喵喵喵喵喵喵喵。 好家伙！啊，阿西吧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由红剑为各位带来的末日准备狂的游戏实况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首先来捋一下啊，我打算把这个发展力工具啊，我们的科技进步一下，升一个三级工作台。 然后呢，去给这个桥带来一个金属薄片啊。说到这个薄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，就是好几年前啊，我一直是叫纸鱼嘛，对不对？然后17年还是18年的时候，我有一天跟他见面，突然叫他薄啊，渤海纸鱼。结果呢，他义正言辞的跟我纠正这个字念薄，然后我当时我就啊，吃了没有文化的亏，哎，这感觉特别的尴尬啊。主要是因为以前一直叫纸鱼，突然就下意识。 我也没有去怎么说细想这个字怎么念啊，就念出来了。然后啊，天哪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会打死我的吧？首先啊，还是一样先吃饭。这个早餐真的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了，就不能不吃了。不吃早餐要死人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对，烤肉这么多，胡萝卜就全部带上嘛，然后把这些胡萝卜全装备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有20个胡萝卜。今天我打算去哪呢？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我打算去一趟沙漠。 啊，去一趟沙漠，所以带的一般来说啊，都是这种能吃的东西，哎，这种什么盘子啊，这些东西就先放箱子里面吧，啊，把这个吃完，全部吃掉，身上还有20根胡萝卜啊，咱们就变成了小兔子，正好我也是属兔的啊，我也挺喜欢吃萝卜，啊，胡萝卜啊，萝卜我其实还好，啊，我主要是喜欢吃胡萝卜，我特别喜欢吃，就生的胡萝卜切出来切成片。 啊，特别甜，特别好吃。三级工作台需要什么呢？需要玻璃啊。玻璃的话，好像是可以用这个炉烧的啊。咱们应该要烧石头就可以拿到。啊，我之前铁没有放木头烧是吧？行吧，之前没有放燃料，这浪费了一点时间，没有关系啊。带上油桶，准备出发 ，Let's go 啊！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卖的啊，我只有12块钱。哦，等一下啊，在这个出发去沙漠之前，我打算。 造点衣柜去卖，对不对？2个衣柜，那一共就是24、24加24等于48，就有48块，能不能造快一点？我们尽量在中午之前去到沙漠啊！我怎么现在就困了？不至于吧？直接卖掉。好，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能卖了啊，那可以卖肉干，肉干20块钱。但是我现在没有功夫去做这个食物，行吗？啊，我最近对什么种植烹饪都不感兴趣，啊，我现在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是去看一下桥这边。 这边的车咱们之前修好了，很酷的，啊，我老喜欢开车了。这个车上还画有这个核废料的标志，正正好好中午，喝一瓶药吧，喝瓶能量饮料，把这个油灌上，出发。这个格子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它还有好多个小格子，很神奇。这个车要怎么开？我现在也不知道，是按 AWSD 吗？好像也不是啊。下面标有一个蓝色和红色的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 按住鼠标左键或者空格可以改变车道。哦，哦，哦，好像很容易嘛。你看这有个障碍物是吧？这哎，转一下向，啊，就往里面哎，你看，这样一转，哦，就可以了。那如果碰上会发生什么呢？啊，我也不想碰上，行吧？我也不想碰上。这碰上估计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比如说这个车坏了，可能要用金属西瓜什么的，浪费我们的金属。 啊，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但这个车既然能修，那说明它肯定能坏，啊，不能坏的话，为什么要能修呢？哎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个推理，我觉得就非常的合理啊，非常的合理。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哎哎，怎么开出镜头外面了？啊，到地方了是吧？这什么地方啊？嗯，这个有蛇，我的妈呀！这怎么会有蛇啊？啊，一稿子一蛇，哇，可以，稿子杀伤力不错的。 我2只，哇，我挺疼，这咬一下掉不少血，不是，这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疼疼疼疼疼，我吃一下，我吃一下，哎不，我先不吃这个，我先吃胡萝卜，哎呀，吃多了，哎呀呀呀，浪费几个胡萝卜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扇贝吗？沙漠里面怎么会有扇贝呢？这个仙人掌。
哎呦，这仙人掌怎么长得跟扇贝一样啊？这不满大街都是仙人掌吗？为什么只有这个能捡，这个东西就不能拿吗？嗯，这我就感觉很生气了，很奇怪了。哎呀，能量饮料，哎呦，好在我没有多带能量饮料啊，刚刚好。咱们这个能量饮料就可以补齐了啊，刚刚好，很棒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要吃，我是要捡起来。怎么今天我这么多智障操作呢？啊呀，还有一桶油箔哦，这个就是那个金属箔片了。哎，跟我猜的一样，它就是金属箔片。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吗？这条路被堵住了。好哎，你就不能从旁边绕吗？哦，这个箱子是可以拿走的，但其他地方的箱子不能拿走，是不是只有沙漠的箱子能拿走啊？就我们之前森林里面探到的，包括矿洞里面那些箱子都是拿不走的，难道是只有这个沙漠能拿走吗？哦，好像是消耗一格能去到一个地方，是不是？走吧走吧走吧啊，咱们接着探索一下。哎，今天我就啊跟这个开车杠上了，我突然感觉开车很爽，行吧啊，我很喜欢开车。按住鼠标右键或者 shift 键可以跳坡。哦哦，如果说刚才没有跳过来，是不是这个车哎呀，车就扎到仙人掌了，我撞了，但好像没有什么惩罚。哎，起跳起跳 ，nice 啊！来个质的飞跃，来准备飞，呜呜！哎，别撞，别撞，别撞！哦，这边是车的血量，咱们撞了一下，这个车就变成这样了。可能回到桥那边还要修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的天，这开车可是一个技术活，尽量不要撞啊！这你每撞一下车，那都是金属的消耗啊！呀，又到地方了，这不会又有蛇吧？啊，我突然想了一下，我们不是有匕首吗？哎，我匕首呢？我能不能用？能不能？哎，不要用手打，我匕首没带上吗？哎，这蛇怎么这么硬啊？这边的蛇好像比那边块头要大一点点，看到没有？要长一些，又长又大，而且还比那边的蛇粗。哎，对，那边都是这种小蛇，这边粗蛇特别多。哎呦，疼！你等一下，看我不收拾你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哦，没了没了没了！哎呦，棒啊！这什么？这是废料吗？我看一下，碎片可以拆成两个金属，两个塑料。哦，这个东西可以的，很保值啊，很保值，非常有用。因为咱们暂时不知道这个塑料如何获得。哎，沙漠这边是不是所有的箱子都可以拿呀？我试一下。哦，那我以后不用造箱子了。这边好像罐头也挺多的。还有东西吗？这也是个杯子吗？好多杯子罐头。那我玻璃其实也挺多，现在也可以获得挺多的玻璃。没东西了，再看一下，搜全一点，毕竟这个开车要油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获得。咱们现在油其实也是一个稀缺资源，也不知道怎么去获得这个东西。哎呦，这撞一下要三个金属，我的妈呀。哎，回去再修啊，毕竟这个白天开车啊，晚上修东西，你这个白天要是去修东西了，这晚上开车多危险，夜间驾驶路都看不清。哎，这回一定要注意了啊，蓝火飞跃。躲，我刚才在干什么？我为什么要主动去撞那个仙人掌？我在干什么呀？啊，不行啊，集中注意力，这个晚上开车估计难度要比白天更高，以后来这边沙漠这边的话呢，我估计尽量大早上就过来啊，带够足够的汽油。大早上，哎呀，我车要坏了，我车要没了。不是吧，哦，到地方了。哎呦，还好我这个车没有在半途中坏掉。狼我就不怕了，狼是老朋友啊，那我就不换刀了。行吧，狼的话我就不怕了，我怕蛇。但这边狼好像跑得挺快啊，沙漠狼是吧？沙漠狼那又怎么样呢？三只我，哎呦，四只，不是三只，我误会了，吃肉，仙人掌吃了估计是补水的，啊，估计是补水。哎，到这边是有小房子了，开始，仙人掌也很多。垃圾桶有东西吗？看一下。呀，谁把钱放垃圾桶里面？还有金枪鱼罐头、烟雾弹有什么用吗？哎呦，又一个箱子，我天，我家箱子要泛滥了。好多金属 ，nice， 能量棒应是那种就吃了能饱腹感强到一天的能量棒吗？啊，放心啊，我这个没有什么，这个猝不及防，好吧？啊，哎，椅子也可以拿走，我记得椅子是可以卖的，门能拿走吗？哦，这个房间进不去啊。哦，我以为是能把这个门拆走，吓我一跳。还有东西吗？空了。哎呦，这个光挺好看的。
没东西了，走吧，回家了，回家了啊！回到桥那边，咱们今天拿的东西太多了。回到桥这边，其实我在想一个事情，咱们其实都没有油了，是怎么开回去的呢？对吧？这个油不是已经耗尽了吗？我们是怎么开回来的？啊，对，修车啊，先修一下。哎呀妈呀，十个金属，我再也不出车祸了，我以后一定注意看好吧。啊，这个石头啊，我再也不出车祸了，金属走好。啊，还要花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修这个东西。哦，对，这个薄片给你啊，薄片，渤海鲫鱼啊，薄片，好朋友的名字都叫错，那太，真的太难受了啊！啊，这是地毯哦，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拖错了啊，薄片，啊，薄片，给你找到这个锡纸了啊，哦，十分闪亮，非常感谢啊，这下我能集中注意力了，啊，顺便说一句，我把你的左轮手枪修好了啊，跟新的一样。我现在有些事情要做啊，但记得时不时来看我。他还给了我子弹啊，左轮手枪六个子弹啊。当然呢，我会的啊。啊，再见，老头子、老爷子。啊，这个狗刚才想跟我说话是吧？我看一下你想说什么。哎、啊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狼叫，你是狗啊？这个叫丘帕卡布拉，不会对你做什么的，别担心，它是一只友好的狗。但它刚才发出了狼叫。啊，他健康聪明啊，还会干活啊，是的啊，行吧，我了解了啊，这汪喵喵喵喵喵喵，别叫了，行啊，回家，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一个是钱到了，一个是要拆东西啊，早上卖的这个箱子啊，不是衣柜啊，衣柜钱到了，然后我们还要拆很多东西，所以今天其实事情来说算是非常多的。然后看一下三级台，哦对，三级台还升不了，哦对，楼上忘记了水啊，这些东西搬下来啊，信件放回去啊，不是这个地毯，信件放回去，箱子是挺多的，这个箱子还能再叠一层吗？我想看一下啊，还能再叠吗？我觉得还能再叠的话呢，真的是空间管理大师好吧。我还有吗？啊，还可以吗？啊，顶天花板了，不对，可能是这个灯挡住了，是吧？啊，哦，兄弟们，我无敌了，啊，这个就放这边，然后工作台这边也有灯，我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我能叠这么高，我的天，超级空间管理，好吧？哎呀，可惜只能拆一个铁，就该睡觉了，睡吧，没有办法，这个睡吧。先睡啊，明天早上，估计一天就在家里拆东西了。那我明天就把这个，种瓜拉纳果给做一下吧，然后做一天任务，拆一天东西，卖点东西，种点这个瓜拉纳果。然后下一天我们就再去探一下矿洞和森林。啊，对，可以买斧子了，斧子先买一下。哎呦，又掉了一张预言家之报啊，看一下什么东西啊，又说什么啊？来吧，你。今天不会失踪是吧？这个预言家之报，好家伙，这个邮差两天都不在，我现在要买什么？这个有什么愿望要赶紧的？农作物的壁灯，这个壁灯有什么用吗？生长提供更好的光线条件，可以买地毯啦。杰森的房子，杰森是谁啊？自由之子这个任务做不了啊！对，时间暂停啊！看商店的时候时间暂停，差点忘了，狼皮先卖了吧，我现在暂时用不到狼皮。哦，我们还没有去森林打过猎呢啊，找时间去一下。锄头我现在会造，这个就不用买了。美食家，你这个不上班的是不是？都没有货给我进啊！赛吉尔，咱们现在已经有四级了，现在哇、哦、可以买这个红色的圆筒哦，现在可以买塑料了。那塑料我们以后就不用省了，就可以直接用了。梯子就不买了。超市，哎，今天卖的东西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买卖的东西啊都不正常啊。40块钱的斧子，哇，我一半的资产拿来买了斧子，我好心疼啊啊，心疼。来啊，拆东西，咱们今天碎片拆了，差10个吧，大概差10个。哎呀，烤鼠肉快烂了，吃掉。哦，对，我都忘记身上还有很多肉了。哎呦，刀好多啊！这刀拆几把吧？啊，把刀拆了。像什么汤这种东西就放起来了。野肉这些都全烤了啊，全烤了。
哎哎，不是，我别，我是要烤，不是要吃，点错了，全烤了，全烤了，全烤了，浪费一块肉啊！这蛇肉啊，蛇肉，圆圆的像火腿肠一样，哎呦，我心疼，心都在滴血哦，啊，好，全烤了，舒服了啊，我的肉啊，放冰箱，这个就放冰箱，罐头就带着，改天再来。我们今天还可以再去找一趟这个桥。哎，怎么就累了？哎，我怎么哦？哎，我该吃了中毒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状况不是特别好。啊，阿西吧。对了，石头啊，据说石头也是可以烧的。我看一下啊，四，哎呦，不用烧48个。哎，应该说随便留一点啊，随便留一点，留个10个石头啊，其他的全烧了吧，融化。哎哎哎哎，跟我作对呢，这个状态蓝。啊，跟我作对呢，我现在可以打个盹，但我不能打盹呀，我时间不多啊。啊，手枪和这个子弹也先放了，咱们现在暂时就用不到这些东西。然后做什么呢？我看一下，做2个桶。据说这个桶啊是可以接雨水的，但是我之前也没有试过，所以的话呢，做2个水桶。哎哎，今天有可能会下雨，大家看啊，天上乌云密布啊，刚刚好测试一下这东西能不能接雨水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东西它是啊，安全数量是0到2，那刚好做2个啊，刚刚好，没有什么问题，行吧，做2个是刚刚好的。啊，非常棒！今天就直接把工作台升了吧。我缺水吗？我突然在想这个问题。我不缺水呀、啊，我摁一下这个箱子，箱子就能喷出来的，就，不是，那我造桶来干什么呢？啊，有备无患吧，有备无患吧，啊，只能这么想了。哎，钱到了啊，钱到了啊，应该是斧子。哎，对，斧子和钱都到了。看一下你们上班了没有？可以卖什么东西？吊灯要用什么做？5块玻璃，2个金属。哦，吊灯好值啊，1个35。我如果能造吊灯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不升级工作台，喝瓶能量饮料啊。我今天就不睡了，补这么一点点的吗？是因为我中毒的原因吗？我能做吊灯吗？吊灯还做不了，估计要3级工作台。做点陷阱吧，咱们做3个陷阱。明天我们就直接去森林，把森林探一下。哦，对，还要先去找桥。找完桥之后呢，如果下午有时间去森林。早上就留给乔了，工作效率低到不行，我还先睡一觉吧，我先睡一觉。我这刚才是不是没造完？我好亏啊！我看一下我的陷阱，刚造了2个。啊！啊！不是，我是要打盹，不是要睡觉。哎呀，我把这一天给过了，我的妈呀！能不能早起？你睡得早，能不能早起一个？能不能这个4点钟起床？我点错了，我掉。我不是要睡觉，我只想打个盹。下面这个木头也不够，还要去补一下啊，没有燃料了。行啊，我现在要开始怎么说呢，把这些土拿走，开始种一下瓜拉纳果。本来说今天想出门的，但因为昨天不小心睡觉了，导致今天就没时间了啊，最多就只有一个下午能出门。瓜拉纳果的话呢，好像是需要2级土。不对，我有瓜拉纳果的种子吗？我好像之前把果全部都榨干了，是不是？那还是得去一趟森林。行吧，把树土造一下。要种多少个啊？要种4个，4个树土，1、2、3啊，4个。哎，这东西只能装备哦，可能是造东西的时候啊，没有办法，就2个手都用上了，没有办法边做东西边吃嘛。啊，这个我能理解啊，我觉得这个我还可以理解。行吧，啊，树土放好，咱们把这个瓜拉纳果找时间种一下。话说这个瓜拉纳果应该树土就能种了吧？应该不用什么更高级的土吧？啊，别到时候告诉我这个啊，树土种不了瓜拉纳果，那我心疼死了，我造这些东西。行啊，咱们这个时间又挥霍了很多很多啊，非常的多。厕所纸可以卖，我今天没时间去给你卖东西了。去沙漠找一下乔啊，看一下乔有什么话要说。他不是让我常来看看吗？看看这个怎么说啊，老父亲算是吧，老家人。人呢？嗨。哎，你又让我来看你，你又不见，你什么人呀？这是气死我了！去森林啊！这什么人嘛？哇，我这么困的吗？突然发现我带斧子了吗？我突然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！带了，带了！哦呦呦，带斧子就好啊！走啊，走，咱们去到下一层等级4。哎呀，没带诱饵！哎呦，健忘症！天哪！把这个什么捕熊陷阱放一下，但我没带诱饵，这怎么办呢？回去带一下吧。反正这边离这个回家的这个怎么说坐标挺近的，回家拿一下吧。
来啊，四级图，走，等级四的森林，能不能快速放置啊？啊，快速安置，有的。好，这一层有猎物吗？我突然在想，这一层连植物都没有，而且好像也没有出过其他的狼啊之类的东西，所以说这一层可能不一定会有猎物啊。至少咱们现在可以获得这种木头了，啊，看一下这个木头有多少？哎，没有啊，那我该砍的木头去哪里了？还说这个能直接砍成资源，就说回去之后不用拆解了，这么方便的吗？我待会儿看一下是不是能直接砍成。哎呦呦呦，有椅子！哎呦，拿走拿走，这什么？这个是木质托盘，好像也是可以卖的东西。它能拆成多少根木头？我比较在意这个。能拆成，哇，可以可以，哇，那我觉得我这个木头又要发达起来了，我马上就是这个木头大户了。这又一把斧子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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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呀呀呀！我开心到爆炸，兄弟们！哎，我不是要吃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咱们刚才也挺饿的，吃。我的妈呀！我开心到爆炸，我跟你们说，哎呦，这边的箱子也是可以拿走的，前面的箱子没一个能拿走，这后面的箱子全可以拿走，这什么意思嘛？啊，就是让这个玩家他造了箱子之后才哦恍然大悟，后面箱子可以拿走，早知道我前面不造这么多了。哎呦天哪！没想到啊，这官方挺厉害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是不是拆了之后？我是直接增加这个资源木头，现在18个，我真的可以，我这个太赚了，血赚好吧，我靠我靠，狼，狼啊，这一层可能没有什么瓜拉纳果了，就全是木头了。7点钟应该能把这一层探完啊，今天晚上如果说不回去买东西收东西的话呢，应该能探完。哎呦呦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狼给了我什么？给了我绿色的东西，是草药吗？还是狼皮？还说这狼叼了个杯子回家，这边没东西啊，不用看。看一下另一边，哎，又有木头，哎，过不来吧，过不来吧，哎哎，我还想说这边不探了，结果发现两个木头，很诱惑啊。那狼还是得打的，啊，对不起了，小狼，本来我对你没有兴趣，但我对这边的木头有兴趣。你要是不拦我的话呢，咱们这个可以各过各的啊，这个相亲相爱一家狼，不是相亲相爱，就是生态自然啊，非常的和谐。但没有办法，谁让你跟我作对呢？我觉得可能不太有时间探了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大家看我这个有点困了，其实我看一下啊，这边有没有木头，这边是下一层的入口，然后这边有个木头，能不能定位回来？哎，可以直接定位，早说嘛，空格键可以直接定位到人物这边啊，非常方便，全拿走。有只有一不是木头啊，是稿子啊，不是什么木头，斧头啊，斧头，这是一把镐子，还有一把斧子，哇，哎呦，我太爱森林这一层了，这些每天都会刷新吗？还有锅，这是每天都会刷新的吗？还是只有一次啊？我太爱这一层了，好吗？还有本书，这是什么书？我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盖世计数器什么的？这个书。是用木头组成的，书是用木头做的吗？其实你用说纸张是用木头啊这些东西做的，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吧。但是这个书跟木头有这么大关联吗？这么快狼就来了，哎，这边到底了。死，再探一层啊，再探一层，走了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变异的大老鼠，我最怕大老鼠了，我最怕大老鼠了，去死去死。还有一只，走走，哎呦，还好只是老鼠。观众朋友们，你要说像这个辐射四一样蟑螂啊，变得这么大的蟑螂，我要吓死。后面的狼就先不打了，直接去到下一层。哎，追不上我吧，哎，吃我的屁啊，吃我的屁。哎呦，下一层就是最后一层了，但我觉得今天可能时间不够了，马上就要到睡觉点了。我的天，老鼠这么多，这么多，我的妈呀，我捅了老鼠窝吗？这不是矿洞啊，我就来把这边拿了吧。如果有木头就砍完木头就回家，没东西直接走，走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来不及了，要回家睡觉呢。回家回家回家啊，直接回家，来不及了，这个估计得大早上过来。话说这个桥晚上在不在？我们现在再去看一下，啊，利用最后半个小时过来看一下桥在不在。桥你在呀，
哎，来，改天来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啊！你好，谢天谢地，怎么了啊？你说话。我的狗，这个丘帕卡布拉不见了，我快疯了啊！它从来没有独自去很远，一直训练有素的狗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能帮我找到它吗？我要帮你找狗。不是，不用问这句吧，我们不是见过这个狗很多次吗？不用问它是长什么样的吧？行吧，我这个帮你找狗啊。哎，这个是不是那个盖世计数器啊？哎呦，我知道你被外星人绑架了。不是的，乔，你冷静一点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，这个辐射什么的。那你为什么你需要盖隔计数器呢？因为一个朋友他需要它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中。时间能不能别动起来？我不想在这个地方晕倒，所以你能不能给我？你别废话了，晚上了，回家，我要睡觉。快让我回家睡觉。别的不说啊，这个，我箱子也不看了，我要睡觉。快让我睡觉啊！不是看什么床，睡，直接睡，别看床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！哎呀，一天又过去了，后面两天啊，邮差就不见了啊。今天过后两天邮差不见，明天还要来检查。那行吧，那我感觉今天这期视频啊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呢，不要忘记点赞三连啊！最近我感觉点赞好像越来越少了呢。OK，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啊再见，拜拜。